下面请准备学习九步功功法。九步功法主要特点是在于保健啊，就增强体质，另外主要在于调节治疗一些病症啊，不仅自己可以给自己治病，也可以给父母亲啊，在家里亲人啊，或者其他的人治病啊，甚至从小就开始练，或者说其他人练也是一样的，有可能延长一定的寿命时间，同时有可能出一些特殊的功能啊，特别是小朋友练啊，练到一定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些气功的功能态，或者说功能表现啊。下面就准备具体训练啊。开弓可以选用坐式、站式，或者说卧式也行啊。选姿势仍然是这个特点，就选择你自己喜欢哪个姿势选哪个姿势啊，看看你们几个小朋友喜欢什么姿势，其他人练也这样模仿啊，就最喜欢什么姿势你就根据那个最初的姿势来做大的姿势选择啊，地点也是这样，你觉得哪个地方舒服就选择哪个地方，但不要就是因为这会要讲了，不要暂时不要到得很远，如果中间出反应啊，中间有可能出现酸麻胀重痛，或者是发冷发热，或者是发晕，或者是恶心呕吐，或者是要出现一些动作啊，或者是要出现一些影子，要看到脑袋里面看到影子啊，或者听到声音啊，或者像其他图像这些都是正常现象在整个练功过程中呢，有可能出现多种内功的反应一会儿你们在练的时候对这些反应都要注意，不要紧张要始终顺其自然，如果听到了什么声音听到了说话呀或者什么声音，要注意区别这好的信号的好的影子好的信号做参考，不好的信号不能做参考，不能照办，比如像这是个水塘，如果你突然听着要跳到水里去练，你这冬天你就不要往水里跳这个就是要加这个事先练之前要加意念活动这是练功很重要的一个重要注意事项，因为下面要训练的九步功法在一定时候要出现影子或声音，要想要想一些影子出来，有时候影子可以支配你或者说影响你，如果他支配你往安全地方走那么没关系，如果说危险地方了，甚至要你一下跳到岩下去这些呢就是不正常的，就是不好的信号绝不能照办，不能做参考好的信号做参考另外在看的过程中看到一些影子，不要一下迷信是什么鬼神或者什么可能会看到一些曾经看到过的一些人的影子，或者说动物的影子，都不要害怕它只是一个影子而已，所以对这些呢就需要先有一个概略的了解下面就开始具体训练你几位小朋友就选择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选择以后呢，就选择一定的姿势可以盘腿坐，或者说不盘腿都行也可以双盘，也可以不双盘一般能够双盘的就可以双盘，但是练的时候呢，以当时的心情为标准当时想单盘就单盘，想双盘就双盘，或者不盘也行，或者站立也行第一点还是腰要坐端正这腰要伸直，小腹内收小腹收一点其次是颈要伸直颈子要直颈要直，下颌内收下颌内收一点再其次要将手
下面九步功法开功的姿势，要将手放在小腹部位，小腹部位，两只手手掌向上，上下重叠，男孩子左手在上边，女孩右手在上边，五根指头微微分开一点，五根指头微微分开一点，要点是小指头向后面一点，小指头向后面一点，掌心向上，垂肩沉走，腋下悬空，两个腋下要空的，两个腋下空的，悬空的姿势，不要老是夹住要悬空，要点是小指头向后面翘一点那三位小朋友再下一点是嘴唇轻轻闭着牙齿分开一点，不要咬在一起，舌头仍然是微微上翘，抵着口腔的上边，如果抵在口腔的上边有了唾液以后呢，就要慢慢把它吞下去，有唾液就慢慢把它吞下去，也可以在口腔里面鼓塞。再其次是眼睛眼睛也是半睁半闭，保留一线缝也可以闭上眼睛无论是半睁半闭或者是闭上眼睛的时候，注意意识上稍稍注意自己的鼻尖通过鼻尖再往下有那么个意念活动，看到肚脐这是视力的注意力调整在简单的姿势调整以后，就可以就说进一步顺其自然了，叫深长细匀的呼吸把自己呼吸延长尽量的延长呼吸时间并且要逐渐逐渐进入到很微弱的呼吸，进入很微弱的呼吸的时候，要想着全身的毛孔都在呼吸。由于九步功法重在保健治疗增功激发能量开发智慧这方面，所以在训练的时候重在以强身为主因此仍然是始终注意吸气，不要注意呼气注意自己的吸气延长，呼气不要管它，用鼻吸鼻呼，同时加意念是用皮肤在吸气肚脐在吸气，头顶白会穴，双手掌的掌心或十根指头以及肚脐还有腰部背后有两个重要的穴位就是腰肾脏两个部位也在吸气，其次注意双肩或双膝也在吸气，再其次注意双脚涌圈或十根脚趾头也在吸气也就是说在呼吸问题上九步功法要注意一下，它的特点是在强壮身体，也就是说重在采气，在训练过程中始终注意自己的吸气，除了有意识地延长吸气的时间而外，要把意念活动调整到全身皮肤毛孔在吸气的时候再打开，特别是要注意调整到头顶白会穴以及手掌心的劳宫穴、十根指头指端的一些穴位，以及其他的刚才介绍的一些穴位都是好像开放一样的、打开了一样的，所以说吸气的意念活动，全身的重要穴位或全身的皮肤毛孔全部打开了，再往里边、往身体内部进气或者说进光或者说进声音都行
这是关于呼吸的调整。由于呼吸的调整，进一步就容易进入到气功讲究的放松如镜状态了。一如镜就可能要出反应，除了反应就顺其自然啊，意念活动要调节啊。就请几位小朋友注意，我下面讲的意念活动的调节，只是除了自发动功可以顺其自然啊，意念活动尽量的调节一下。第一步功法是在开工以后一旦如镜了，有了一些反应了，就要注意想自己小腹里边有一朵正在开放的荷花，那朵莲花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以及其他的一些光线就想说有多种颜色多种光线在小腹里边有荷花发出来，把五脏六腑都照着了。这个意念活动要保持一段时间，就尽量的在练功活动中保持有这么一个意念要始终思想非想的，好像是小腹里边想出来了一朵莲花，又像是没想出来没想出来也没关系，它是似想非想的。荷花的光线将五脏六腑逐渐逐渐照得明显，有人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五脏六腑都看清楚了。如果看到了五脏六腑，不要紧张，不要害怕，那有可能是意念上想的，也有可能是真的看到了五脏六腑。进一步调整意念活动想着荷花在不断地随着呼吸的进行，在开放，在收缩，在想着荷花在开放或收缩的过程中注意锁自己呼吸的次数要锁呼吸的次数，有多大年龄就锁多少次呼吸次数。在锁呼吸次数的时候，一呼一吸算两次，叫一呼一吸各算一次。足够年龄大小的呼吸次数以后，又重复从一开始，反复重复自己年龄大小的呼吸次数七遍如果在其他地方家里练功，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重复到49遍也可以重复自己年龄大小的呼吸次数七遍到49遍作为练第一步功法的最短的时间。国人数自己的呼吸次数尽量的在数呼吸的时候观察荷花在随着吸气在收缩随着吸气荷花在收缩，随着呼气荷花又在开放。同时进一步调整意念活动，在吸气的过程中再想一下全身毛孔特别打开了也就是说吸气的时候它是皮肤毛孔或刚才所说的重要的穴位重要的部位好像也在帮助吸气打开了一样的，呼气的时候全身的毛孔或重要穴位好像关闭了似的。就这样数自己年龄大小的呼吸次数，可以数到7遍到49遍如果今后练功身体不舒服要考虑先治病的话呢，就要先注意在呼气的时候是毛孔打开的，在这里讲是重在注意强身因此先
要注意意念活动调节，在吸气的时候是全身毛孔或重要的穴位打开，在呼气的时候相反关闭了。数够自己年龄大小七遍到四十九遍呼吸次数以后，就可以逐渐进入第二步。以后练功可以一步一步的练啊，这作为第一步，练了可以收功，在这里也可以不收功啊，就接着练第二步功啊。第二步功法就是将意念活动调整到下面的一些内容上，主要是在吸气的同时就要想小腹里面活化的光线，将心脏照得特别明显，就在吸气的时候要想着小腹里面的活化，将心脏逐渐逐渐照得特别明显。同时想到心脏在吸气的过程中也在变化的，在呼吸过程中也在变化，它的变化情况刚好是与下面活化的变化情况相反的，也就是说要注意在呼吸过程中活化，随着呼吸中间的吸气收缩，心脏就刚好在舒张，在吸气的时候全身的毛孔和重要的穴位是打开的开放的，在想体内进光进气或者说进物状的东西或者进特别的声音，练功中有可能出现多种反应，包括咳嗽啊、打嗝啊，都是正常的啊。小劲儿这种情况，他在咳嗽或自发动功中咳嗽啊，也是正常现象。咳嗽它也是一种通气的表现。那两位小朋友在自发动功中闭上眼睛，在一些地方啊抖动，在自发动功中啊调整意念活动，如果出现了一些抖动啊或者其他现象，这是属于采气的一种表现啊，它有可能要调换地方才能够正常的采气。跟小丁丁那个动作就刚好是一种采气比较就是说理想的一些动作，刚才说了有关的穴位，他手说他的姿势就在配合配合有些采气了。请他那个动作刚才说的劳宫穴食指等等，他是有个进气的过程，因此他就始终在做一些采气的动作。就这样意念调整，调整到七到四十九遍年龄大小的呼吸次数，就这样练，练到有反应我自己觉得感觉还比较明显以后，又可能进入收功状态如果有时间还可以超过刚才所说的呼吸次数的变数，时间不够了就可以收工也可以接着练第三步功法。如果是单独练练第三步功法，也可以从开工开始在这里由于不收工，也就可以不从开工开始。第三步功法就将意念活动再进一步调整，主要是在开工以后逐渐逐渐要加意念想
想自己父母亲的健康的样子，年轻的样子，一般说的是你男孩子啊，或者说其他的男同志练功，先想母亲健康的样子，女孩子或者其他的女同志练功，先想自己父亲的健康的年轻的样子，不一定想出来，似想非想的，也似想非想，想自己母亲或者父亲健康的样子，似想非想的，想出一个模糊的图像，慢慢的将自己父亲或者是母亲的样子想到自己当面来。这男孩要将自己妈妈的样子、健康的样子，这个影子思想飞翔的这个影子，女孩将自己的父亲的样子思想飞翔的这个影子想到自己面前齐步之类，进一步想母亲或者父亲的这个影子跟到自己的动作基本上是一样的，在练功好像跟到自己在对练一样的，第三步功法的意念活动调整到想自己亲人啊，男孩先想母亲，女孩先想父亲健康的样子，想到自己当面齐步之类，与自己的动作刚好一致，在练功。如果似想非想的，把这个影子好像想出来似的，与自己动作一样了，再跟自己对面齐步之类在练功，就进一步的锁呼吸次数，也就是说现在练功的时间要延长了，延长到锁自己男孩母亲、女孩父亲，再加上自己现在年龄的大小次数的总的呼吸次数，算最基础的一遍。如果在家里练功，一般时间长短是以7遍到49遍为最基础的练功时间。有的同志父母亲啊去世了或者还在，都是以算到练功的时间年龄啊次数为基数。在锁呼吸次数过程中，同样是要重复第二步功法的类似情况，要注意随着自己锁呼气或吸气的时候，观察自己体内或自己意念活动中的母亲或者父亲影子体内的双重荷花、心脏、皮肤、毛孔或重要穴位的变化，这个意念活动很不好调整。也就是说，在呼气的时候，既要想又要观察小腹里面的荷花在开放，心脏在收缩，皮肤、毛孔也在收缩，同时观察对面想的那个亲人的影子也是这样在变化。在吸气的时候想着自己体内或对面影子的体内的活花在收缩，心脏在舒张，全身的毛孔或重要穴位在开放，这个意念活动需要高度的调整才能调整到比较标准的状态。注意体会自己的体内变化啊，
这个时候很容易在练功有基础的情况下感受到自己意念活动中母亲或者父亲的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也就是说练这种功法很容易为亲人治病，常常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小孩练功就容易为父母亲治病。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感觉，特别是不舒服的感觉，常常意味着母亲或者父亲可能某个地方有类似的不舒服的反应。第三步功法练的自己年龄加上自己意念活动中的男同志的母亲、女同志的父亲的年龄的一遍到七遍或者七遍到四十九遍呼吸次数这个时间啊，为基数的时间以后，就可以进入收工状态进行收工。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再延长，或者说连续练第四步功法也可以从开始的开工开始练在开工以后就直接可以练第四步，也可以练从第一步练起就每一步可以收工可以开工，在这里就省略了第四步功法在开工以后或者说如镜以后有感觉以后又进一步的调整意念活动，将第三步的意念想的那个影子加意念调整到自己身上来，就将刚才要大家想的母亲或者父亲健康的影子样子那个图像慢慢地想到自己身上来，这男孩要将自己母亲的影子，女孩将自己父亲的健康的影子样子想到自己身上来，好像就在自己身上一样的。加这么一个意念调节以后尽量的好像是想到自己身上来了，思想非想的想到自己身上来了以后，又重复上面一步的功法也就是说再重复所自己加上的自己年龄加上自己母亲或者父亲年龄大小的呼吸次数的呼吸意念活动再重复上面一步功法，只不过在重复的时候影子在自己身上了，就不是观察自己或对面的影子了，而是在主呼吸活动过程中观察自身身体或自身身体上好像还有一个影子，双重影子双重光线也就是在吸气的时候要用意念想或用类似的这种意思来观察自己小腹里面的活花，有双重影子两个影子就两个活花，就自己想的加上那个图像还有一个就是双重活花的影子在收缩，心脏也是双重心脏双个影子心脏在舒张，全身的皮肤毛孔或前面提到的重要穴位也是双重影子似的在舒张在开放，在向体内进光或者说进气或者说进物状的物质或者是进其他图像的物质都行，在呼气的时候就刚好相反了，想着自己小腹里面的活花双重影子的活花在开放，心脏也是双重影子
在搜索自己体内的或者自己体表的皮肤或重要穴位，也是双重影子在关闭。这是这一步功法需要这么调整的意念活动。同样是锁自己年龄大小，加上刚才意念活动的影子，就是说男同志的母亲、女同志的父亲的年龄大小的呼吸次数的一遍到七遍，或者七遍到四十九遍呼吸次数，一定要锁次数或观察。这个意念活动不好调整，这一步是进一步在训练自己的功能，进一步在为自己母亲或者父亲调整治疗疾病。这一步功法在前面一步功法基础上训练的，基本方法都是一样的，只是影子想到自己体内了，想到自己身上了，练这一步功法治疗效应就有可能比上一步功法强一些，那么自己的感觉也有可能变化一些。这两步功法常常是需要连起来练习，大家都数自己的呼吸次数至少数够七遍有时间可以数够四十九遍一般以七到四十九遍为基数，作为练功时间的最短标志，或者是最短时间标志或者标记。练一段时间如果感觉比较明显就可以练下一步功法。做第五步功法也是在开功的基础上，在如镜的基础上调整意念活动。下面请几位小朋友注意按我讲的调整意念活动。现在想自己另外一位亲人，就是刚才没有想到的父母亲的另一位亲人的影子。男孩先想父亲女孩现在就要想母亲的样子，同样是要想他们健康的样子或者影子，也是需要想到自己当面面前齐步之类，与自己的动作一样在与自己对练功。这第五步功法这刚好与第三步功法相对应第三步功法是男同志男孩先想母亲，第五步功法就是想父亲了，女孩第三步功法先想父亲，那么第五步功法就想母亲了。就是男女练功练到第五步的时候，就需要想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以健康年轻的样子似想非想的想到自己面前来，与自己大约一二三四五六七的齐步之类，这么远的很近，与自己的距离很近或自己动作一样在练内功。如果思想非想的好像想出来了这么一个影子，那么就进一步的调整意念活动。意念活动的调整与第三步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三步功法基本一致，同样是在练功过程中注意呼吸意念或类似急贼结合，也就是说同样要锁自己呼吸的次数，并且同时观察体内有关意念
图像啊等方面的变化。请大家现在数自己年龄大小加上父母亲总和起来的年龄大小的次数，也就是说是三个人的年龄大小的次数作为练功时间长短的基数了，也就是将呼吸时间要延长，练功的时间要延长，数呼吸的次数增加了。请几位小朋友注意呼吸次数，数呼吸次数增加了，自己年龄是12岁，再加上父亲母亲两个亲人的年龄的次数作为一遍，作为数呼吸次数的一遍，同样是要数到7遍到49遍，作为基数。在现在也是需要在数自己吸气的同时观察自己体内荷花在收缩，也要观察自己身上还有一个影子的双重荷花影子在收缩，还要同时观察与自己姿势一样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在和自己对面一样的姿势练功的体内的影子体内的荷花也在同时收缩，双边观察，也就是说有三个影子似的。这一步就比第三步更难一些，在荷花收缩的同时，同样观察自己体内心脏和附在自己身上还有一个影子的心脏，以及面对面的那个亲人体内影子的心脏在舒张，全身的皮肤毛孔和重要穴位，以及自己身上影子的全身皮肤毛孔和重要穴位，以及对面意念的亲人影子的毛孔和重要穴位，在吸气活化收缩心脏舒张的同时，毛孔和重要穴位在开放，有多种颜色的光线或者是雾状的东西或者其他的图像在进入自己体内，自己身上影子的体内，以及意念活动中的亲人影子的体内。这就是三重意念活动活在一起调节。在数呼吸次数的过程中，就有可能感受到父亲或者母亲的一些不舒服的情况，也就是说男同时练这种功法就容易感受到父亲的一些病症，女孩或者女同志练这种功法就容易感受到就说母亲的一些不舒服和病症情况，这个时候不舒服的情况可能变化一些，就它可能变化一下，但也有可能将父母亲两个人的不舒服的情况都感应到自己身上来了。男同时练这种功法就容易感受到父亲的一些病症，女孩或者女同时练这种功法就容易感受到就说母亲的一些不舒服和病症情况，就这个时候不舒服的情况可能变化一些，就它可能变化一下，但也有可能将父母亲两个人的不舒服的情况都感应到自己身上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反应也是这样，不要当作自己体内出现的病态，就这个时候也是容易感受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常常是父母亲有病那么练这种功法就容易感受过来就有可能在感受的同时既可能是起一定的诊断作用，也可能起一定的治疗效应。练到自己年龄加上父母亲年龄呼吸次数的
七遍到四十九遍以后就可以停功，那下面就练第六一步功法，就可以接着第五步练，也可以收功以后再开功，那其他同志练呢，单独练需要先按照前面开功的姿势开功，在这里就接着第五步练。在开功如镜以后，可以加另外的意念活动，这一步功法与第四步功法基本一致，就是需要将刚才想的男同志的男孩的父亲、女同志或者女孩的母亲的影子想到自己身上来，就请几位小朋友再将刚才第五一步功法要大家想的男孩的父亲、女孩的母亲的影子往自己身上想，好像这个影子又到了自己身上了，当想到了自己身上以后似想非想的好像想到了自己身上，那么又再重复前面第五一步功法意念活动，只不过稍有不同，就是这个影子在自己身上了，也就是说需要在现在同样属自己年龄大小次数加上父母亲年龄大小总的次数的呼吸次数一遍到七遍或者到四十九遍呼吸次数，在数呼吸次数的同时用意念观察，就观察自己体内胡花、心脏和皮肤毛孔以及重要穴位的变化，同时又要观察自己身上还有母亲或者父亲活起来的这么两个影子的胡花、心脏、皮肤毛孔或穴位的变化情况，也就是要将胡花从意念上想成三个影子，将心脏、皮肤毛孔和重要穴位同样想成三个影子，也就是在现在数呼吸过程的同时要想做自己小腹内胡花有三重影子在变化，在呼气的时候胡花有三个影子在开放，心脏也有三个影子在收缩，皮肤毛孔以及重要穴位也有三个影子在关闭，在吸气的时候就要想小腹里面的胡花有三重影子在收缩，心脏有三重影子在舒张，皮肤毛孔或重要穴位也有三重影子在开放，在进不同颜色、不同光线、不同的物状一样的或者其他图像的东西再往体内进入，或注意观察这个过程容易为自己父亲或者母亲进一步的治疗某些病症，或者说为自己父母亲的两个亲人同时治疗某些病症，由于父母亲与自己兄弟姐妹或者其他的公公奶奶等等有一些遗传或者直接遗传或者间接遗传等等关系有可能为全家人调节治疗某些病症，因此在这一步功法过程中同样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不舒服也是正常的，不要误认为是病症。
这一部功法在训练过程中，一般说来感应功能就有可能进一步的加强。发热在练功里面，发热常常是非常好的现象。这部功法练到一定时间啊，这有收益以后啊，又可以练下一部功法啊。每次练的时候是要练个七遍到49遍啊，练过七到四十九遍作为一次练功时间的长短的最低标准，就可以进入收工。收工以后，那可以干其他的事儿，也可以再练下一步，也可以不收工接着练下一步功法。在这里就不收工啊，练第七步功法，在第六步功法的基础上啊，开工以后如镜以后，就调节意念活动，由自发动工，顺其自然。无论是怎么动作都顺其自然，想怎么动就怎么动，顺势运动。意念活动调整的内容主要是将自己刚才前面几步功法，特别是前面讲的自己父母亲的影子到自己身上来了，这个影子再进一步调节。请几位小朋友将自己父母亲到自己身上来的这两个影子合为一个影子，并且要把自己身上还有一个自己的影子合在一起啊。请几位小朋友注意调整自己的意念，要将刚才前面功法几步功法中意念想的父母亲的影子两个影子合到一，合为一个影子，再加上自己身体还有一个影子合在父母亲的影子中，就是三个影子合为一个影子。把这个影子用意念想，想在荷花上边站着，想到自己小腹里边荷花里边站着，也就是说自己脚腹里边荷花上面有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又是有三个影子合为一个影子的。这个意念尽量的把它想出来，想不出来也没关系，慢慢练它就可能想出来。想出来以后再重复前面第六步功法的意念呼吸活动，也就是再注意所自己加上父母亲年龄大小的呼吸次数的呼吸，在所呼吸的过程中同样要观察自己小腹以及小腹里边啊荷花上面啊站的影子小腹荷花以及心脏皮肤毛孔重要穴位的变化情况。也就是说在这一步功法中，吸气的时候想小腹里面的荷花在收缩，同时想站在荷花上面三个影子合为一个影子的小腹里面的荷花也在收缩，心脏在舒张，皮肤毛孔和重要穴位在开放。在呼气的时候要想自己小腹内的荷花以及三个影子合为一个影子的小腹内的荷花在舒张，心脏在收缩，皮肤毛孔和重要穴位在关闭。数够自己年龄加上父母亲年龄大小的呼气次数的七遍到49遍作为一个基数啊，作为练功时间长短的一个标志啊。这一步功法就进一步的可能为自己或自己父母亲以及自己其他的亲人调节治疗病症，在这个过程中的所有反应也都是正常的，不要把它当作异常对待。
练够一定的时间啊，又可以进行收工啊，收工以后可以从事其他的活动，也可以再进入下一步练功。在这里就接着练下一步功法，也就是第八一步功法，开工以后如镜以后就可以调节意念活动了。第八一步功法的意念活动是只注意自己的呼气或吸气中的任何一面在这里最好是先注意吸气，不注意呼气也就是说第八一步功法主要是数自己的吸气，就不要数呼气了，只数自己年龄大小的呼气次数，不要数吸气次数，数够自己年龄大小的次数的7遍到49遍呼吸次数，作为练功时间长短的标记。在数自己吸气的呼吸的同时，想呼花在收缩，呼气的时候不要想呼花在开放，在吸气的时候想到呼花在收缩，同时要想站在呼花上面的影子再往呼花里边进入，慢慢的进入呼花里边，每数一次呼吸，呼花上面的影子就往呼花里边进入一部分。数够自己年龄大小的呼吸次数以后，这个影子就进入呼花里边了就刚才想的三个影子合为一个影子的这个影子，在数够自己年龄大小的吸气次数以后就进入呼花里边。在这个数吸气的过程中注意呼花在收缩，始终在收缩，至于心脏或皮肤毛孔同样与前面相同，也就是说只注意在呼花收缩的时候心脏在舒张，皮肤毛孔在开放和重要穴位在开放，呼气的时候不要去注意呼花心脏皮肤毛孔，始终意念是想着呼花在不断的收缩，影子在进入呼花里边再进行锻炼。这一步功法就比较简单了，就比前面几步要简单的多。数够年龄大小次数的7遍到49遍以后可以收工，在开工以后和如镜以后就进入第九一步功法。在这里几位小朋友本身在功能态中在气功态中就不收工，也就不开工，就继续练第九一步功法。第九步功法意念活动你调整也是比较简单的，就在第八步功法的基础上注意数自己的呼气，不数吸气，数自己年龄大小的次数的呼气次数7遍到49遍作为练功时间长短的标准。在数呼气的过程中同时用意念观察呼花在开放，心脏在收缩，全身的毛孔或皮肤重要穴位在关闭，也就是说在这一步功法中要进一步的封闭自己了，关闭自己了，进一步进行内功内练了，将气汇聚到体内以后要进行就是说进一步深化锻炼了。
请几位小朋友就数自己年龄大小的呼气次数，吸气不要过问他，不要管。数够年龄大小七遍到49遍的呼气次数，每组呼气次数一遍，活化就开放一部分，活化里面的三个图像的影子就长大一岁。当数够你现在这么大的年龄的时候，活化里边刚才想的进入活化里边的那三个图像的影子就刚好长到了你自己现在年龄这么大的个子，就是你自己的身体，慢慢慢慢的就要进入收工了。如果数够7遍到49遍要收工的时候，就需要将站在活化上面这个影子把它想进一步想到自己就是站在活化上面的要收工的时候，进一步想自己好像就站在活化上面的。念到第9一步的时候，活化长得很大，有可能把自己身体包围起来了，也有可能就在自己的脚下。这个时候有人可能身体会感觉得很轻，可能会发生一些其他的一些就说轻功方面的变化，但一般人不容易走到特殊理想的情况，不容易达到理想的标准。数够7遍到49遍就要想一下准备要收工了，先想一下要收工了，紧接着想一下全身进一步放松想一下进一步的进入到一种全身的松散软甚至瘫的状态。如果自发动功很大，今后在家里或其他地方练功，动作特大的时候要收功，就要进一步的加意念，想到全身放松放散，好像散架了一样的，特别软，甚至好像瘫了一样的，就容易将自发动作停下来。自发动作基本上停下来以后，那么就进一步进入到比较就说顺利的收工状态了。收工的时候也可以训练一下开发功能的方法，因为在要收工的时候常常调整身体，就调整到比较理想平衡的状态了。在这里训练一下短暂的开发功能的做简要方法。请几位小朋友将手姿势有意调整到胸部，两手掌心相对抬在胸部，不要挨在一起，两手分开两个手分开，好像抱了一个球一样的，掌心相对，手指弯曲，掌心相对，两个手掌心相对，不是上下的不是上下，相对的，虎口向上，像抱了一个球一样的，五指要弯曲，像抱了一个排球足球一样的，把意念集中在双手掌心集中在双手掌心劳宫穴或是跟指头指端上，注意观察手掌掌心或是跟指头是否有光线或者其他的颜色和其他的一些图像，注意呼气或吸气，吸气的时候双手往中间推吸气的时候双手往中间推，要控制自发动功了。呼气的时候双手往外边拉，主要是用意念拉，体会手上的感觉，体会手上的感觉，可以睁开眼睛，也可以闭上眼睛。呼气的时候双手往外边拉，好像拉不动，吸气的时候双手往中间推，好像也推不动。
要用意念推拉，注意体会或感觉，注意体察手上手掌心或十根指头是否有发胀啊、发麻呀、啊、吹凉风啊，或者有热气啊等等感觉。不要有自发，现在控制自发动工了，收工在这个时候训练，有意识地在收工之前训练一下，就容易出一些功能，反应特大就可以睁开眼睛。然后吸气的时候往中间推，呼气往外边拉。敏感的人这个时候他一做反应很大，反应大就可以睁开眼睛啊，因为睁开眼睛有光线，光线就可以干扰一部分，就小一些了。男同志可以锁七次，女同志锁六次呼气或吸气，过七次或者过六次，也可以重复七到四十九遍，但重复时间长了又容易出自发动工，特别是闭上眼睛又容易出来，一般不要闭眼睛。那么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将来，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将来训练特殊功能的一种信息，将来出现了什么功能或者异常的现象需要训练，就可以加理想训练的目标，这种意念活动再回忆现在的感觉再练功，那么就容易训练特殊功能。下面就进入正式收工了。请收工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睁开啊，请几位小朋友都要睁开眼睛，双手合掌，掌根对着胸部，挨着胸部，指头向前啊，要用劲啊，要用劲，眼睛要睁开，收工的时候不能闭眼睛了，眼睛睁开可以看远处啊，可以看远处。注意下面收工的啊一些意念，先想着双脚用劲，进一步想双脚的十根指头用劲，再进一步想双脚的小指头用劲，再进一步想双脚的大指头用劲，接下来想双大腿用劲，双腿用劲，双大腿用劲，还要收缩前后二阴，收缩小腹，收缩腰部，接下来牙关紧闭，上下牙要咬在一起，舌头恢复自然姿势，在口腔里边旋转，舌头在口腔里边旋转，男孩反时针方向旋转，女孩顺时针方向旋转，在口腔里面旋转若干次数，男孩可以旋转49次，女孩可以旋转36次，有口水了有唾液了可以在口腔里面骨速慢慢的吞下去，不要吐掉，在气孔里面叫津津欲液啊，不要把它吐掉，要慢慢吞下去，可以起到一定的促消化或者说治疗咽炎或者说其他的部分的某些病症的作用。接下来双手特别用劲推，全身用劲推，全身用劲，好像身体在整战似的，双手用大劲儿啊，尽量用劲儿，牙关紧闭，接下来双手搓掌，快去搓掌，有双手快去搓掌，搓得发热，这个是身体可以自由的活动一下，就不要太标准的做了，搓了以后就手掌对着眼睛，手掌对着眼睛，挨着面部，挨着脸，手掌挨着脸，也可以给他一点儿，想一下手掌的光线，全身的光线通过手掌掌心进入眼睛，保护或改善视力，接着双手挨着面部，挨着脸往上擦，深吸气，擦到头顶正中背会些，擦脸，最后要擦脸，往上擦吸气，往下擦呼气，擦到下颌下边，双手要合掌，要注意听啊，擦到下边合掌一下，再往上擦吸气，再往下擦呼气，再合掌，再往上擦吸，往下擦，反复做6-7次左右，男孩11做7次，女孩做6次，
也可以超过这个次数，没关系。深呼吸，像打阿欠一样的深呼吸，啊，擦到下面火掌一下，再往上擦，再往上面擦，擦了下来，擦到比较新鲜啊，手就交叉，两手虎口相交，虎口相交啊。男同志，男孩是左手在外边，女孩是右手在外边。把手按在肚脐部位，手按在肚脐部位，按在肚脐部位，啊，稍稍用点力，再想一下，全身的光线通过手掌进入肚脐，再想一下刚才想的火花或影子，啊，以及所有光线都进入肚脐，在肚脐里边有一点闪亮闪亮的，啊，想一下，再想一下有光线围绕肚脐旋转。男孩想一下，围绕肚脐反时针方向旋转49圈；女孩想一下，围绕肚脐有光线旋转36圈。但不要数次数，也可以数次数，也可以手。